不是嘛，先生不用这样一直拍嘛。喂，隔热纸还没有贴，不用这样子欺负人吧？这样是怎么样？在那边讲电话。喂，为什么要 say 这个？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是谢明大家，你们好，我现在在弘阳隔热纸，然后。因为我这台车是新签的，然后还没有隔热纸，所以现在非常非常的透。透的尴尬是什么呢？来，跟我过来看一下。我不知道镜头这样拍不拍得出来，但是我们蹲低一点看。低一点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是怎样？跟各位观众讲，就是无所遁形啊！我在车里面做什么羞羞脸、黑羞脸？喂，为什么要偷人家反骨的梗？我现在觉得很没有隐私权，然后。再来最重要的就是没有隔热纸的话，车子的冷房效率会变差，然后你每一次上车，它留住的温度也会比较多。所以如果说天气比较热，有太阳在晒的时候，你一上车那就是一个烤箱。所以几乎每一台车都会贴隔热纸。那有很多的隔热纸呢，是等你买车的时候业务员会帮你贴，但是通常啦，那种隔热纸可能就不会到太好。我这次选择没有给业务员贴。然后我特别出来找店家帮忙贴一下，谢谢赞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吧。这里有一台已经贴好了，这是我们小杨俊的车。耶，是我，我的车刚贴好。刚贴好，谢谢赞助，谢谢干爹。对对对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车啦，我的车是也是 Polo， 对 ，Polo 兄弟还要跟我贴一模一样的格勒。我们应该会贴到一模一样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请老板，可以换。大家好，啊，这个这次老板真的非常阿萨里，他直接一次赞助我们两台全车贴隔热纸。哎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因为我对隔热纸没有到非常了解，我是刚来，在聊天的过程中有一点认识。那你这一次要给我们贴的好不好？老板就直接跟我们介绍一下了。一般我们选隔热纸的话，当然要跟客户的需求能够符合。我要黑。他要隐秘性，跟我需求一样。我们是一样的啦。我相信说要隐秘性。常常在车上做一些不得见人的事情。那我们今天要贴的是属于说高隐秘、高隐秘性、高隔热、高隔热，然后晚上不会影响到行车视线、安全。对，当然选隔热纸，当然可能就是有各方面的需求。那如果说一般消费者没有特定的品牌的话，或我们当然首选会以圣歌班 Soraka 制造的高端品牌叫量子膜这个品牌，希望能够透过我们两位帅哥哈这个平台，只有一位，两位，谢谢大家，两位，还有一位，欢迎我们北区代理，北区代理，北区代理，你好，各位车友大家好，你今天主要是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量子膜，对不对？我们外观来看的话，从外而内看，它只有六度的透光，可是呢，很特别的，它的基材用于虹膜基材，怎么叫虹膜基材？它是有夜视功能。好比说，我们从里面看出来，它的透光度增强一倍。外面我们是纯黑，完全看不到里面。那相对从里面看出来是超清晰。可以。简单来讲就是，这个钛金六，对，因为我都已经背起来，我超强的。主打的就是你从外面看进去，它的透光度跟你从里面看出来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你从里面看出来比较透，但是你从外面要看进去就没有那么透，所以它就是等于是说它兼具隐秘跟安全性，应该是这样，就是超隐秘而且它超清晰。我们量子膜现在市售有一个产品叫黄金膜，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可以让你们去了解。然后等一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装置的，这个装置是在干什么？这个呢，最主要是让客户呢他们体感感受。它里面是一个高瓦数的灯泡，上面这个是开关，这个是玻璃上面贴了隔热纸，有两个品牌。第一，我们先来玩它的体感感受。首先由你们节目主持人来，双手放在旁边，有那体感感受，不要摸玻璃，直接来感受。大家的温度好像都是蛮隔热，效果都不错。没错，现在是市售上只有这两种产品。关掉，由我们主持人直接摸玻璃，了解那两边的温度是什么感觉。来，这个真的是夸张。来，小杨，就两块玻璃，摸这一面吗？都可以。
哦，有差欸。我要先讲一下，这个真的不是我要浮夸或造假，我们直接请北区经理这两片玻璃贴在脸上，看他哪一边脸先受不了。这个别闹了，这个别闹。所以相信我，觉得你要就是弄他去给观众。所以你会开车的时候认为说，北区经理玻璃上他为什么？你会觉得轰轰的感觉是来自他是他的二次。经理很临危不乱，在我们一直闹他的时候，他还是可以很正经的讲完这些话。经理很正经，很专业。经理很棒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要准备要来施工啦，那就来看一下我们施工的状况吧。Let's go。啊，他们的保护的话，就是会像 P 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在车窗边，还有像前挡啊，然后内里啊，他就会去铺设这些保护垫呐，就等于说在施作的时候呢。不要去碰到车体的其他部分，有一个隔绝这样。现在就有这种哦，里面也有，怎么样？座椅啊，全部包起来。好，各位，然后现在我们的车两台都已经贴完了，今天是跟明君一起来贴，我们都贴了一模一样的隔热纸，然后一起在弘阳这边施工。那大概讲一下感觉好了，基本上前面也录了很多东西，然后曾老板啊还有店长啊都帮我们讲解了非常多，从一开始的不太知道隔热纸，到后来他帮我们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以后呢，然后在整个施工过程中，我的感觉是觉得他们非常的专业，跟工真的很细啦。好，然后刚问了一下我们的隔热纸保护呢，是全车六年。之后还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车子的有趣的事情啊，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心得分享。我们的汽车伙伴应该就是谢敏君了，因为我们买了一模一样的车，菠萝兄弟。我们现在是菠萝兄弟啦，不得了了。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，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，拜拜。